用烤箱，不用打发，不用奶油，只需要搅一搅就可以做的巧克力蛋糕。先把之前做的巧克力剪进锅里，两个蛋黄，适量白糖，50克玉米淀粉，两盒纯牛奶，倒干净，开小火搅拌成这样浓稠的状态，倒进模具，盖上保鲜膜。啊，这手感也太像柯基屁股了。先把柯基把它放进冰箱冷藏一晚，轻松脱模，撒上可可粉。切开的过程也太解压了吧。浅尝一口，巧克力味真的超级浓郁，这个天气配上巧克力蛋糕真的绝了。